其实我错了要命，该自己赶快上网查一下怎么拔，到底哪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拔，松动的怎样的，赶快去上网查，不然我也很错。我是老人与狗，发音不清楚。是老人与狗，发音不清楚，牙齿我们看有没有松动，没有松动，爸爸不会，然后看一下。对。这松动的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很厉害的。这一颗是不是？啊。这应该是拔了下来，但是这位置不好施力，你牙齿太小，爸爸还没有要拔。嘿嘿。我先摸摸看会不会松动而已，很松哎，这很松的，应该是可以拔，就像螺丝松掉。爸爸先，刚洗完澡，全身哈，没有啦，全身都汗，全身都汗，爸爸全身都汗，等一下，不就不就拔不起来，这样，啊不就不就嗯，这样。拔牙齿也是 要那个有勇气。这个松动的，你这个松动的已经有点严重了，所以根据我专研阿嬷的经验是可以拔，只是这个位这边不好出力，不好施力。对，啊，看看啊啊，来合起来脸啊，好。你看这边我它的会让我们滑掉，滑掉。快一点。不会啦，不用快，因为这个已经到这里了，但是拔不起来，因为下来了，来止血，止血，止血，你先止血，对，会不会痛？嗯嗯，一点痛的感觉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拿给 GoPro 看，自己拿给 GoPro 看。小胡第二次被爸爸拔牙，其实因为松动的很严重了。干了。嗯，这个松动很严重，所以自己。抓住了，来，姐姐再一次。所以拔就好了，所以自己拔其实是 OK 的。然后呢，拔完牙齿以后呢，你要按住30分钟哦。要那个背景遮住。再转。那妈妈其实不难拔，因为她那已经松得太厉害了。对啊。放着，等一下。爸爸拿那个手机来拍照。嗯，是哦，太空了。哎呀，我俩一样，他们一样那个档子。来，爸爸用 iPhone 录影。空的，好，你放好，我对焦到牙齿，对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可以。好，这只手走开，对，里面是空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拔牙会不会痛？嗯，跟上次一样，轻轻松松，对不对？轻而易举。对，好像吃棉花糖一样，对不对？帮我翻译子若一下。帮你什么？翻译。子若。轻啊，刚才是讲说轻而易举。嗯，那个字幕翻而，字幕翻译举弱。字幕帮我翻译举弱，为什么要翻译举弱？哆啦 A 梦的翻译举弱。哦，要吃翻译举弱的药，就能自动翻译了。牙齿过来。可以啊。我们拍的牙齿的，可以 po FB 吗？可以啊。好。这才是五十多。半夜不睡觉的小孩。又来叫爸爸拔牙齿了，半夜睡不着该怎么办？请爸爸来拔牙，对不对？嗯，这就行了。可是有时候是我直接自己拔掉，因为要往后推，好像才几天而已。小胡说不会痛。小胡说不会痛。不会痛。对。轻轻松松掉。嗯。轻而易举，你有说轻而易举吗？有。轻而。嗯，看一下还没有写。而易。好像还在那个，你再压着好了，都看到漏了嘞，再压一下。
犬齿是那个我们最厉害的牙齿，等它长出来新的，它是很厉害的牙齿。可是我的门牙长得好可怜哦，整个外翘。谁？我的门牙是两个岔开。你说新的后来门牙长坏掉哈？对啊，岔开。我牙就已经岔开了，然后像你的短色也是岔开。让我喝奶奶。好，拿起来，发现看看牙的地方有没有血。已经没没有，但是你还是再多等一会，现在只入了七分钟而已，我们至少等了十分钟、二十分钟，确定没有流血了。你看，来，你念一次。半夜睡不着，怎么办？喜欢刷牙、刷牙，不然要干嘛？小何说不会放心，请轻松松，请轻松松，轻轻啊，把打错了，打错了，来，慢轻而易举。啊，下要上网 ，Google 查干嘛？没有啦，没有 Google 啦。有，那上面写的。嗯。还是需要字幕翻译几落一下。请翻译几落，帮你翻译一下。嗯。那在一直咬脚，太紧张了。会紧张吗？我看一下脚，你会一直咬脚吗？有吗？哎，小麻了，小麻了。对，卡吧，阿兰被安照一下。按着旁边那一颗小兄弟一直没长出来。对啊，你那颗全折手没长出来。可能是时期太早了。啊？时期太早。什么叫时期太早？时期。时期。时期，它掉的时间太早了，因为它只有这么一点点摇的时候。哎，咬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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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。嗯。你现在的拔完牙特色讲话就是要咬着干，好像吃了一颗乳蛋在讲话，对不对？这又不是吃乳蛋在讲话。我是老人与狗，发音不清楚。是老人与狗，发音不清楚，讲话不清楚。对。上次拍 X 光那个下面还有一颗了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就好。它只是还没长出来。都完全没有长出来的感觉啊，都没有白白的嘛。哦，很好。那个掉了一两个月了吧，对不对？开学前掉的嘛。上次拔牙什么时候？上次拔牙。对啊。对啊，那个犬齿掉蛮久，都一直没有长。我是那颗好像是那个去台中，这对去台中前一天，母亲节的时候，那好久了呢。我是觉得那些掉牙是妈妈去放的。下次去问，明礼拜去问一下。嗯，放在那 X 光片呢，看它下面是有牙齿的。是哦，那就好了，那就慢慢出来。是因为齿太小。不晓得是会不会是位置太急。我也是。太挤压可能就挤不出来哈，然后就会旁边两颗就会挤下来了。嘴唇都好恶心。我看一下，没有流血，没有流血了。一直舔到嘴唇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你，它原本牙齿在那掉以后，你就舌头会习惯去顶那个地方，所以我把你舌头剪掉就不会去顶了。来。嗯。你睡一下，明天早上起来就比较习惯了。嗯，我一直舔它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那个。我一直舔它的伤口。应该也不用去舔了，就是不要去舔伤口了，因为它上面会有血小板凝固，不要去把它舔掉，好不好？咱明天早上起床就好。很欢，我很会这个更暗啊。嗯。我很怕是更加高。